神秘的七海律所终于要褪去它神秘的面纱，跟大家见面了。台北市文化局七海园区 BOT 规划案公告招标，曾经传出连宏达电董事长王雪红也有兴趣申请，甚至呢还有些申请团队提出要在这个地方盖观光饭店吸引陆客，结果遭到了军方强力反对，认为这并不符合政府原先的规划，而且观光饭店如果盖得太高，旁边的军事布局恐怕都会被看光光。BOT 案初审的结果是由一个宗教慈善基金会审出。不管怎么说，这个曾经是台湾最高权力核心的神秘寓所即将开放，只是当年纵横舞台的人都已经羡慕了，留给我们的是说不完的故事以及无限的感慨。我是林一如，感谢您今天的收看。发烧话题追根究底，请继续锁定热血追踪。